新闻消息，即届就当欣赏到中部地区高中级学校美术甲设计相关类科的学生作品。建国科技大学举办设计艺术观摩展，有来自云林、南投、台中以及彰化等十间高中级的学校参展。按今日开始，就伫咧建国科大的美术文物馆展出。建国科大美术文物馆伊个举办相当难得的展览，学校突破困难，整合中部四县市十间有美术、广告甲多媒体设计等科系高中级，带来精彩的学生作品，和高中生用艺术甲设计等作品来交流交朋友。其实我们中区的这些学校是非常的优秀，本质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特别呢把整合这个中部地区相关的这个科系呢，做一次观摩展，希望呢，能够招引来各地的一个这个各高中职生呢，互相来做这个观摩呢，也让中部地区这些设计高中职校呢，能够提高他们的曝光度。少年的学生发挥创意，嘛展现艺术才华。等等的作品当中，有真多都是学生美等的优秀创作。因为我是想表达这个。追求嘛，就是追求一个目标，那就是那个目标是自己的初衷，对，然后所以才想说用自己的自画像来表达。建国科大表示，当地会当整合中部四县市十间高中级做伙来参展。这次展览的内容包括设计、艺术等大领域，充分展现各高中级学校办学的心血，甲学生多年来的学习成果。华中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